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肖战出镜，Gucci 全球最新广告大片，演唱《同路人》，歌声温柔动听。肖战2024跨年舞台正式官宣，携手内娱六大顶流，阵容很豪华。肖战重磅加盟东方卫视跨年，时隔一年，肖战重出江湖，大腕云集。肖战出镜，Gucci 全球最新广告大片，演唱《同路人》，歌声温柔动听。Gucci 全球最新广告大片，肖战以长发造型与爱尔兰演员 Paul Mescal 一同出镜。肖战也是该品牌创意总监 Sabato 上任后发布的创意视频宣传广告里唯一出现的亚洲面孔。有时尚圣经之称的《达对对对对对达对达》杂志更介绍肖战为影视和音乐行业最受欢迎的宠儿。Gucci 的服装很难驾驭，在我看来都很肥大。如果个头不够高，身材不够瘦削匀称，穿上就会显得又邋遢又土气。不过，肖战上身的这几件服装真是太养眼了，不仅穿出一种落魄不羁的风格，还凸显了涉牌独有的低调的奢华，不是张扬的雅致之美。肖战的发型也很酷炫，配上 Gucci 超技，满满的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和恃才傲物的摇滚歌手风范。高冷的 WWW 报道中说，肖战是当今影视和音乐行业最受欢迎的宠儿，此言不虚。刚刚，中国新闻网就发布了肖战致敬"一带一路"10周年献唱的歌曲《同路人》，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1.5亿，讨论量近80万。录音棚中，肖战看上去很享受唱歌时那种全身心投入音乐中的感觉，他的眼神含情脉脉，声音富有磁性，温柔动听，宛如天籁。春风吹醒了万物复苏笑脸，夏夜一路追星光不知疲倦，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唱一首歌，未来的脚步不停，我和你在一起，一条路将心与心连接到一起，一条路让天堑变通途，正是一代又一代人把渺小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，才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，使得国人内心充满自豪感、荣誉感、责任感、使命感。肖战今年献唱的两首歌，无论动感十足的《潇洒走一回》，还是这首温柔缱绻的《同路人》，都给以扎实的唱功、拨动人心弦的美妙歌声，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。很喜欢肖战录歌时全情投入、如痴如醉的感觉，也很喜欢肖战演唱时自如、随意，不失雕琢，云淡风轻间便能传递出心中万千思绪。德不孤，必有邻。让我们随着肖战动听的歌声，把烙印在千千万万国人心中的优秀文化讲给世界听，让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展现在更多人面前，并焕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。肖战2024跨年舞台正式官宣，携手内娱六大顶流，阵容很豪华。近日，网上有官媒官宣了肖战的2024跨年舞台，呼声最高的就是2024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了。看到了肖战的大名，非常期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和往年一样，东方卫视打造出了豪华明星阵容，肖战携手包括张艺兴、朱一龙、王一博等在内六大顶流，非常具有看点。据悉，青年演员肖战2024跨年舞台正式官宣，肖战携手内娱包括王一博、张艺兴、谭健次、白敬亭等在内六大顶流，这样的豪华明星阵容也无一例外都是实力派演员和歌手，自然备受期待，举世瞩目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和东方卫视的关系不用多说了，合作多次，跨年和春晚都有，希望今年可以等来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也都非常期待肖战的跨年舞台。在这样一场可以说是很多艺人都会参与的豪华晚会，小飞侠自然也想融入进去，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欢呼喝彩。再加上过年期间，基本上拍戏的工作都会放一放，如果可以登上这样的舞台，自然都非常开心。总之，祝福肖战。目前来说，还是要祝福肖战一切顺利。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还没有杀青，春节档上映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也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一定要不忘初心，勇毅前行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，牢记我们一直都在，世界范围内的小飞侠一直都在，不离不弃。肖战重磅加盟东方卫视跨年，时隔一年，肖战重出江湖，大腕云集。近日，网上官宣青年演员肖战重磅加盟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，这是肖战时隔一年后重出江湖加盟跨年晚会。要知道，去年都没有见到肖战的舞台，2024年跨年晚会终于可以见到肖战的身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网上给出的嘉宾阵容可以说是大腕云集，有肖战、王一博、檀健次、朱一龙、张艺兴等，都是娱乐圈里鼎鼎有名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。据悉，随着跨年将至，网上官宣肖战要重磅加盟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，一起出席的还有朱一龙、王一博、檀健次、张艺兴等，不少都是肖战的好朋友，也无一例外都是实力派演员和歌手，群星璀璨，大腕云集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和东方卫视的关系不用多说了，非常铁。肖战本人也不止一次登上东方卫视的舞台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都在翘首以待。临近年末，接下来的肖战好消息会越来越多。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杀青后，在春节档上映。如果可以登上跨年和春晚舞台，那就太激动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肖战出席这样的大型舞台非常正常，也无可非议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希望肖战继续努力，越来越火。未来的路很长，一定要坚守初心，勇毅前行，不言放弃。我们会一直期待和支持肖战，和肖战一起努力，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